哦，像我可能没办法分神去附魔。你30等还是可以就去附一下啊，就快速的一个就这样子而已。我刚刚去看我们那主管个不够。陨渊力量药水还记得是什么吗？力量药水、烈焰粉。烈焰粉，好。烈焰粉，书柜有缺吗，露米？书柜缺蛮多的，我那怕等下这节课去就把它砸。应该就是对啊，也被拆了，那没办法，然后感觉可能下一波也快要来哦，要小心。好像杰有没克就有？在上面，哦，上面，哟，哎呦，哎呦，他上面，他在上面。有，对，你看这样就算是可以容许，因为它毕竟是很快的效率高。那被挖在所难免，但至少你挡住了，所以这个很棒。又有隐约。没问题。你这个上次已经经历一次，呵呵，厉害的本机，这时候经历一节课，你的未来很强。守家达人，随爆炸！机，哦，角是色的我。炸。是我矿物丢丢，然后第三阶段喽，所以底下钻石要挖，他们已经挖了一个，OK。可能 Dubi 音乐有空可以来。好，等我一下，我弄个装备就过去。毕竟我真的没办法挖那个了。钻石吗？对啊，我没办法，我是召唤师。哦。喂，时间快到了，我直接上门将。喂，炸居然没办法把那个炸掉。为什么？二零是被我炸死的，他刚刚也什整么意个冲过思？来哦，看他冲过他被来，然后干被我掉打了。死了，然后他自己爆开，然后说被我炸死，什么意思？冒冒掉了，有的都。矿那因为你物。附魔是用叠的吗？还是你有买过？我没有买啊，我就是先用其实叠的也保护可二以的附啦，魔。哎呀，你可以给我一点黄金吗？可以，都给你，一点这样，一也点这都样，给你。没有。这个刚还有剩的，给你。32，经验品。感觉哎，对杰哦，克那个等下钻要过石，来，他又挖了。对啊，我们。去。需要看一下，哦，需要一点食物，黄金。放还有里面，我还放有里玩面玩，你啊。还有一件事，你现在几等玩完？有我30等嘞。对，可是我们因为书那柜就不要。是那个啦，那我换青金石哦。给你，你有缺的矿物啊，你跟我们讲，我们去弄。对，因为 OK。你毕竟要在家里居多嘛，那你就可以附很多的保二、保三的装备，甚至用铁簪去堆叠都可以。好吧，那你身上也是，这边有青金石哦，17个交给你。个包的头对，衔啊，给你你。要稍微注意，就是你可能附的过程他来，那你要像现哦，在哎，等一来，下，我感觉他蛮喜欢就从最底下的啦，因为你在上，对，他就从下，都有。对，他看到你在下就去上，哎，没错。钱。没事。中间的绿宝应该差不多有喽，钻石钻石，吗？我哎，在钻石这。啊，钻石，哇，太深入，太深入了，二十啊，哇，啊，回来掉了。了2件，嗯，啊，这哦，太有深了，了，有钻好像石，是，快拿回家放。哎，回来。啊，这里的水。
对，怎么有一个大坑？刚好爆炸。第三阶拼到第四阶，然后这个差距。我放在门口箱子哦。我先看一下那个背水。他现在有改弱，所以也没那么强。差三十，啊！我是付错了。因为要那个嘛，保护坚持的胸甲在地上。我们有空帮我做妆吗？这样回去就可以付一下就跑。对啊，杜比在干嘛？哦，我拿东西，我拿东西。健康有拿在身上，就婉婉你需要什么，就是叫露米杜比帮你。OK， 因为你终究还是要主要在那里。哎呦，有人！等一下啊，等一下，被拆了，被拆了！等一下，人类，你技能啊，你技能发光，然后对，然后也要记得先穿上衣服。对，他把那个。特价商人，喂，哦，他也是哇，至少有没有？他也是全力的对付你，毫无保留，呵呵 okay. 给你莫大的尊重。我看到我的，跑出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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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怜香惜玉的，准备在手腕，怎么看到我的？我不是有喝吗？没，无论你有没有隐形还是没隐形，还是可以透过粒子效果什么样的去判断啊？哦，反正杜比你能够活动就剩这一天喽，接下来你就要守家喽，因为接下来就是倒下会扣分。哦，所以你想要多表现就看这一天最后了，加油！父母还都不见了，他们都看得到，然后都一群围在那，好可怕哦。就是跑步有粒子，他们核心那个没办法靠近，都发光。哦，欸，他们又在偷开箱子哎，偷开箱子的惩罚。要知道两个人喷进去挖挖看。嗯，他那个杰克来喽。这至少我们互相尊重。Okay. 偷开箱子的惩罚启用失败。诶，有粒子效果。对，他有到了，他有到了。有粒子效果。嗯。要阻止他们不要过来就好了。这里好像有粒子。有，反正至少他不会偷箱子，你就自己看吧。嗯，刚刚看那边有个粒子。哦，反过来，东西放箱子就是绝对安全。哎、欸，这边箱子还蛮拖，没有，没事啊，就是我已经不是说了，箱子不用怕，放东西放箱子 ，OK。嗯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说可以用 ，OK。现在没有附魔台，也不能附魔。附魔台，没有、五个绿宝就可以买附魔台了。嗯。第四阶段哦。有要用吗？你可以杜比用，杜比用，你要什么就是杜比去跑、哎、跑那个跑腿跑腿小妹杜比，拿一点绿宝石，然后去跟村民换那个附魔台，然后你要弄三十等的书柜哦，好好把它弄出来，然后接下来就是帮忙守家，好吗，杜比？好，OK。我哥宁愿再去弄。现在在前线这边，他们都很少出门。对，叫你们要效率金稿吗？隐约有，装备有保护，效率多一点比较好。我就全套保一保二而已，他们应该也浓了蛮多了啦、哦。我来跑腿了啊！你坐书柜跟那个，有啊，刚刚讲了，他会坐着。没有，他在我旁边。那干嘛呢？不是要换书柜吗？我以为要直接去拿那个。村民换书柜，找一下村民换书。村民换附魔台，换书柜。狂物，狂物。
砍一个。可光挖矿还没恢复，这是挖矿嘛，对不对？对对，好，就可以啊。那我挖个，不给，还会怎样？这个效果，我先退开好了。哎，好哦，会饿会饿。哎，会凋零，好像蛮久。凋零一分钟。哇，倒了。家里。哇，杰克哦。我们可以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有，啊，那就没事。Nice. 一点点小矿物也还好。来了，放家里，放家里，波比。我有一个，你做好了吗？那我们附魔。你把那个都给卢米，你把的东西都给卢米附魔。OK OK OK。卢米。卢米会发光，不要找不到。嗯，哦，玩玩，因为你刚刚那个事件没有完成，对。嗯。卢米，你的那个有多少？你至少亲人也可以用啊。嗯。你说亲吗？我刚刚看到都60几个哎。对啊，阿亲是30，然后之后可能就是改常驻发光，看可不可以。绿宝，剩下的绿宝呢？情况，剩下的绿宝呢？这里，为什么路明一直奔跑？在哪？在哪？给你，在你的屁股去换个亲人。他只是打杂小妹，该怎么做？你跟他说。地位飙高哎、欸，飙高啊飆高！然后你有事没事那个、哦、是回来家里的哦。40哎，现在轻装备变40哎、欸哦。好，杜比，你没事要在家里，你要挖，你不用挖，你不用挖，你要在家帮忙防守。嗯，好的。允月要走到中间，允月。等一下，卢米，杜比帮忙守婉婉的地方，好不好？一起守，两个人守、哦，没事的话。我在下面，我在下面。中间哦，允月。好哎、欸。我到了，好，很惨，只有青岛梦娜而已。哦，你的好远。嗯，我一直有人受伤的声音。哎呦，因为我没有东西吃。哦、啊，没有，那你也是说那个他会给你？恢复，所以不会怎样。没有，你吃东西，吃东西要吃东西，吃牛排。哦、我们黄金很多，牛排很多，没事的。杜比他饿了怎么办？牛排。有的，赶紧给你饿。还送我们一来。换附魔台，有啊，在我手上。啊、家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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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家里。家里。啊，这真的没办法专心。全部挡住了，全部挡住了。看到那个就啊。我在这，我在这，我在这台。你都给我书柜。啊，这样也很难专心。有吗？给你的吗？我看一下，在你旁边，在你旁边。嗯、我们正式启动 Lumi Dubi 条款啊、以后不能在一起。哦，哎，还好吧？那你反转吗？2961，对吧？那可以认同吧？都很棒，但是最近在一起都是要带的比较多，那对比较难。嗯 ，Uber Eat。剩17颗了，看要做什么。玩玩看可不可以帮忙附钻石的装备 ？OK。对，然后杜比刚那一波，那你有守住吗？哪一个？刚有家里有被挖吗？那你有一起打吗？玩玩这里。没有，他刚刚在那个。杜比，我不太确定是哪一波呢。杜比，钻石。不要给杜比钻石，给婉婉，给婉婉。他吸走了，他吸走了。杜比丢出去了。中间站还可以哦。在我这。允月，我们要不要来拼拼？我来了。那我这里没有。至少我这边可以多打一点。没有，我有30灯，不是。
是那附魔台没有三十。